在极北的苦寒之地，有这样一种动物，它们是人类忠实的朋友，它们和人一同打猎，与人并肩作战，给人带来温暖。是不是以为我说的是冰原狼？ No no no， 其实是萨摩耶。萨摩耶来自寒冷的西伯利亚，作为人们常说的雪橇三傻之一，他们和西伯利亚哈士奇、阿拉斯加雪橇犬一样，都属于 Spitz， 也就是尖嘴原始犬种中的一员。但是和那两位只会埋头拉货的憨憨不同，萨摩耶可是制霸北极圈的全能选手。他们是当地土著部落涅涅茨人的重要帮手，不仅可以协助拉货狩猎，还可以用来放牧驯鹿。一身蓬松的纯白色背毛是萨摩耶的标志，它们的毛甚至可以代替羊毛做成衣服取暖，这在西伯利亚的原始部落看来绝对是闪光点。可是作为家庭宠物，每到换毛季就来一出未若柳絮因风起，多多少少会让人有些苦恼。而且很多人当初养萨摩耶的原因都是雪白雪白的，看上去特别干净，养了之后才发现白色是最不耐脏的，养萨摩耶有时候真能逼疯处女座。然而有趣的是，最初的萨摩耶并不都是白色的，直到萨摩耶传入欧洲后，欧洲的繁育人才开始将白色背毛作为犬种的特征之一进行繁育。萨摩耶是笑起来最甜的狗，没有之一，号称微笑天使。但是养萨摩耶之前却没人告诉你，天使不光掉毛还拆家。不要被他们的微笑欺骗了，萨摩耶骨子里和二哈没什么区别，他们不光一样固执，一样精力旺盛，还都有很多原始犬种的招牌技能，比如会狼嚎，比如喜欢挖洞。不过这都不重要，萌就完事了。一看到萨摩耶的笑容，谁还会忍心责备他们呢？我都想给烤地瓜找个萨摩耶当老婆。我家烤地瓜很乖的，谁家有萨摩耶女娃娃想找男朋友的，考虑考虑哈。